香港啊，覺得點啊？처음에홍콩을방문하신건가요？느낌어떠세요？네저홍콩처음와봤는데너무너무좋고또기회가생겨서다시한번오고싶어요佢係今次第一次嚟香港啦，佢覺得香港都好好玩嘅，其實佢好想多啲嚟香港。知道佢尋日都嚟咗，有冇去邊度玩啊？어제는홍콩에방문했는데어디서놀아갔어요？어제야경구경하고 IFC 몰거기서쇼핑도하고예쁜장식품도사고이것저것구경했어요佢今琴日啱啱到啦，咁佢就去咗即係睇下啲夜景啦，同埋去咗 IFC shop 咗屏嘅。咁其實佢都好中意喺香港行嚟去，因為覺得香港咧所有風景都好靚。香港嘅美食天堂啦，要唔要嚟試下食好嘢？我都唔食嘅，唔入噶，春都熱㗎，我都唔食芝麻嘅，食唔食啊？저아직안먹어봤는데오늘꼭딤섬을먹어보고싶어요네또이가또종류선수여대도예식저희그깜마호선수딤섬그럼香港에有没有演员去欣赏的香港这个要跳过这个要跳过不好意思这个要跳过哦这个不是这个要跳过咁除了点心之外有什么想吃啊点心买过来혹시먹고싶은음식있어요어제밀크티먹었는데너무맛있었고요그리고아홍콩토스트아그제일좋아하는香港의西多士同埋港式丝袜奶茶그럼有没有什么名声是很想去拍片或者去做的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혹시 YouTube 채널에서어떤뭐명인아니면인플루언서랑같이뭐작업을하고싶은건지혹시누구는있으세요명인유튜브같이작업하고싶은분이있는지유튜버유튜버에서아그럼패스할까요네질문이있어요 sorry 그럼그하여튼요 IT 랑동시에어디매일입고싶어디상품아그럼어느 IT 를방문했는데평상시에는어떤의상을좋아하세요어떤스타일지금입고있는것처럼좀귀여운옷들도좋아하고특히겨울에는귀여운것들을많이입게되는것같아요佢咧平時咧都好中意著啲好似今日咁嘅 style 啦 ，cute cute 嘅，係啦，比較可愛啲嘅風格，佢比較中意著嘅。作為目前嘅人，會唔會著衫會比較講究啲啊？聽唔到。即係作為藝人啦，演員會唔會著衫可能會比較即係講究啲啊？지금은 artist 로서 신경쓰는 패션은 좀 뭐 있을까요？신경쓰는 패션。네。좀 저는 다양한 모습을 보여주고 싶어서 이렇게이런스타일도시도해보고저런스타일도시도해보고많이다양하게시도해보고因为作为一个艺人咧，其实佢都想尝试下唔同嘅 style 嘅，除咗可爱之外，譬如话成熟啊，或者系啲帅气嘅啲，佢都可以尝试下，佢都希望可以尝试下嘅。估唔到佢都有好多 fans 啊，그냥홍콩처음방문했는데팬이이렇게많이있는줄기대가되셨나하면은저너무몰랐는데이렇게많이와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하고또기회가생겨서만날수있었으면좋겠어요佢系第一次嚟香港啦，真系估唔到咁多粉丝会中意佢。佢都话有机会嘅话咧，想嚟多啲嚟香港嘅。咁佢哋咁佢之后新年啦，会唔会有啲咩工作计划啊？嚟紧그러면내년에는어떤그프로젝트는계획있으신건가요지금처럼이렇게유튜브도하고행사도다니면서많이만났으면좋겠어요그희망은可以同多啲香港嘅粉絲聯繫啦，咁佢會識影多啲有關嘅 YouTube 啦，同埋咧係會整多啲作品可以同香港粉絲見面嘅。會想整個見面會喺香港同啲粉絲。機會嘅提示咩啊？홍콩 fan meeting。啊，너무좋아요。佢會嘅，大家期待啦，佢會整個香港粉絲見面會噶啦。即係籌備中。籌備噶啦。嚟緊有冇劇集會拍或者做節目？혹시마지막질문인데드라마는작품들어가는계획있으신건가요드라마는아직네이거는是没有공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